校长来宣布。好，首先要宣布的是最佳创意，最佳创意奖，我们国中部、高中部各会取一名，那是谁？今年获得我们评审的青睐，觉得你们的 idea 是最棒的，请校长宣布。好。我们开始宣布国中部的最佳创意奖，国中部的国二奖，恭喜国二甲班。高中部，我觉得应该要给我们高三，对不对？我们后面再补吧。他们真的非常厉害，要想12个节目的串场，真的